其实它的味道就是我小时候第一次吃螃蟹那种感觉。换红蟹真好，好东西贵点咱认了，26块钱一大盆面绝对吃。这个有小份的吗？有啊。再给来个小份的吧，真好吃。广东江南三辣吃螃蟹，仨人 A 完了493啊。暗度陈仓蟹黄翅，别有洞天林蛙叫，花蜜汁春燕归巢。我的天哪，这啥呀？我看了半天没看懂你们家菜单。我们主要是吃螃蟹，到天喜那边看一下嘛，有很多种品种不一样的。清炖水蟹之芙蓉，38块钱一个。这个东西有点特殊，有点像我在重庆时候吃的那个豆花。服务员特意给我们重申，这里边没有蛋，没有豆制品，没有豆类的东西。它这个芙蓉的状态，就像你们在火锅店吃的那个鲜鸭血，一进嘴不太咸，你几乎感觉不到它里边这个芙蓉的口感，淡淡的鲜味，然后螃蟹这种味道，中间放了一点蟹肉，确实没吃过，我也不知道做法，就是很神奇的口感。清蒸海油蟹，600块，其实最贵的一个菜，但是它这个蟹黄看到了膏状液态，烤箱半液态啊，我天，它这个味道，你看我一个北方人，其实它这个味道就是我小时候第一次吃螃蟹那种感觉。蟹黄那绵香，就好像吃黄油进嘴的那种感觉，而且它进嘴还不油腻。这后面你嘬吧，这个汁儿很咸，给你一种就是嘬了一口海水似的感觉。但其实不是啊，就是那一个味道，很咸，然后鲜味足。这个蟹黄真的好吃。蟹油捞面26块钱。哇，它上面这个酱。他老板绝对有东南亚菜的底子，就是炒印尼炒饭那个桑巴酱，是海米虾干打粉，这就是桑巴酱。哎呦呦呦，这行，这碗太小了。说白了，桑巴酱就是低配版的拉萨，低配版的拉萨酱，它里边海米啊什么的那个比例没有拉萨那么高。这一闻就是一股虾蟹的味道，然后那个油葱酥和金蒜的味道。竹升面的感觉，面条脆脆的，配合这个桑巴酱的味道，进嘴你咂摸着滋味，虾蟹的味道好鲜亮。26块钱这大盆面绝对吃，但是这个我怕就是有很多人吃不惯，就是因为桑巴酱这个味道其实有一点点极端。水蟹1斤3两2，213，粉丝包啊，粉丝菜心一点点葱姜，一进嘴盐水的味道，我不知道你能明白吗？就是拿过盐水什么都没放，给我点粉丝，1斤3两2，顶刚才那只俩才213。其实你能看出来，相对而言这个蟹肉就明显比较空，没有刚才那个那么紧实有弹性，那个和这个比呢就多了一个，那口感就更厚重一点，糯也有弹性，这个就没有那么大的弹性，而且就显得很空。这就是水蟹和黄油蟹的区别，一个最上面，一个我有点后悔点它了。不在起跑线上。好大的区别，真的！你看它这一只分量顶它两个，但是那一只的价钱顶它三个。你吃那一口，不吃这一盆，区别就这么大。我告诉你们，不是说做的不好，是这个这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搁一块儿，这一比吧，明白了。黄烟蟹3只啊，1斤4两5，我要了个中辣，我怕他俩吃不了那么辣。这就是他们家三辣哈。他这酸辣怎么来的还不能讲，哇，这哪里是中辣，这是毫无辣呀，这什么东西啊，萝卜干是吧，这一条一条细长的那个萝卜干，萝卜干炒螃蟹，别说螃蟹不辣，萝卜干有辣味儿，这个吃的比这个强点，咱不说炒的好不吃好不好吃，味道什么的，比如说蟹吧，比起水蟹强，听我的，你吃飞禽一口，不吃走兽一筐，就吃好了，咱少吃点行吗？我们仨人才点了一只螃蟹，咱们少来，吃点好的，尝尝味道，这些可以免了。我不是说这不好，那个蟹它也不是什么特殊的健康方法，就是清蒸换红蟹真好。玫瑰盐焗鸡半只70，看见土豆吗？嗯，再见。
肉是紧实，非常有弹性，微微的口清啊。但是你给了两个蘸汁，一个葱姜，一个沙姜，鸡肉非常紧实，有鸡味，皮脆，肉紧，但是这鸡肉紧的有点过，就是嚼分就有点费劲了。啊，沙姜好香，这应该是普通的姜蓉和葱，都很香。你会觉得福州的那个鱼露臭吗？我不会觉得臭，我觉得它太咸了。那个东西不光你们福州有，潮汕比你们更爱用那个东西。然后新加坡、马来西亚，包括泰国，都用这个东西。其中用这个东西最多的是哪？是泰国。他那个就是可以说他们全民做菜，几乎就是拿鱼露当盐用。看来在菜单上说他家有东南亚的状态，菜的状态吧。人家那儿写国际蟹黄，世界御厨。阳冠一喜，什么叫阳冠一喜？我写俩字，多逼多。杨先生在我的基础上就多送仨字，眼珠子多逼多。按理说水蟹煮什么粉丝啊这种东西应该很好吃的，因为它煮个煮吧会出很多汤，会然后被粉丝吃掉，用粉丝就看人们把这个吃蟹的汤蟹的味道，可是它就没有。这个有小份的吗？有啊。再给来个小份的吧，真好吃的。做总结，这顿是1480，其中那个捞面，后来我们又点了一个小份的啊，是3块，蟹油捞面，很好吃。然后，先主要吃螃蟹吧，就记着这话，宁吃鲜头一口，不吃烂心一筐。好东西贵点，咱认了，咱少买，咱尝尝味儿。但是那蟹子确实够贵啊，但是我上网上看了看，还有就卖这个东西哈，还有更贵的，就是这个价钱到底贵不贵，我说的不算啊。海油蟹好吃，捞面好吃，其他的忽略。